那也算是皮肤底子不错的，嗯，它虽然只是肤色深了一点，但是它底子还不错，嗯嗯，有一点点小干纹，对，就是干啊。所以他喜欢保湿乳霜嘛，那我就帮他呢，依照他的状况，因为他又想要。最好能够一次搞定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瓶搞定最好。我也帮他挑了，妈妈都会忘记啊。好，所以我帮他在我们这一次入围的保湿乳霜里面呢，选的这一瓶呢，它就可以达到你要的，就是一瓶抵多瓶。嗯，就是你就算不小心忘记了，那你只要擦这一瓶就好。嗯，那也是日本的。对。它虽然叫乳霜，但它质地蛮特别的哦，它是一个水凝霜的质地。我先把质地给大家看，像果冻，它是有点像果冻一样的。我先把我要的量取出来，然后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质地。谢谢老师，这个乳霜它会入围啊，很特别的是呢，它的品牌力，它所有的成分都是自家栽种。哈，哇，对，这么棒。对，这样比较安心。那有哪些成分？比如说大家最在意的胶原蛋白，也是这一瓶的主要特色。那要自己怎么种？它种的是植物里面，然后再把它萃取出来的胶原蛋白，所以它可以去补我们皮肤里面缺少。那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有一种叫做复合型的胶原蛋白，是七种结合的。那这七种结合的胶原蛋白呢，当你擦上去的时候，有三种会做什么？有在皮肤表面上帮你维持湿润的感觉，有另外四种做什么？渗透到表皮层里面的每一层去，帮你去补呢你的这些弹性跟润泽度。那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擦上去就好。对，而且我这一瓶呢，我觉得它很厉害，它有一个成绩是它每七秒就卖出一瓶。哇，我们这一次入围的很多品项其实都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说这一家的它品牌力真的很厉害，因为除了自家种植之外，它这一瓶呢就加了至少50种的保湿成分，我们常听到的胶原蛋白、玻尿酸、神经酰胺什么它都有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胶原蛋白是最重要，那它把胶原蛋白呢复合成一个复合型的，然后又细分成七种，把三种留在表面上，把4种呢让它可以渗透到角质层去。所以刚老师讲的就已经10种了，真的。老师你还是很认真在回答他。当然要的啊，我们身为评审要有我们对工作的尊重跟良心，敬业，超敬业，不然你们就浪费了这些好的产品啦。真的，而且重点是我们呢，除了介绍商品之外，它的正确用法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希望消费者你买回去之后是知道怎么用的，才不浪费。对，好，所以就很简单，好简单哦，简简单单是找品质的一个量，对。省去瓶瓶罐罐，一瓶就能搞定的产品，最适合忙碌的妈妈了。宠爱自己，维持冻龄好肤质。